哎，这份石头可以买来做教材，很多朋友说糯，这个位置就是糯，下面一点点就是化。哎，好多丝丝裂，这个料子的丝感觉有光，不知道能不能拆界面，可以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但它色是不是刮了一点？是的，所以要薄啊，这些位置还可以，就是要薄啊。怎么这一面种水跟前面差那么多啊？这是不是蓝的？对，邱总帮我谈一份吧，我给你按个价。为什么我这一次不说出来，就是怕影响人家的价格，以后我们在谈生意尽可能的按手机，成交了之后才说，不成交不要影响别人销售。猛哥家道失望了，你就直接说出来了。这份料子是有大排位的啊，你看这些位置都很大，它边边上有小系列，到时候切可能会不要它。但是我买这份料子最主要是来博什么，因为我感觉打灯的时候它这个光不错，把它拆出来看里面界面怎么样。这头够不够？这一坨我暂时先不拆，因为它这个没有抛光面，先拆这一坨吧。现在中介也不容易啊，一份几万块钱的料子谈了几个小时。邱总来了好几次都没有给你买成东西，这些终于有得买了。有没有新切面？我要来切，我先切一下看它改界面关系怎么样。你自己动手。对啊，帮你动手啊。为什么先拿这一块来试呢？因为这一块它没有牌子，所以用这一块来搏这个。如果起不了界面，你起什么？起满色的小怪兽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这个也要拍，装个水也要拍，有啥好拍的？不过有技巧的，水不能放太大，太大它会喷出来。不信你看，只能小小的，把它差的先切掉。这种还是挺好的。这些裂好厉害哦，小小的一看都是穿过来的。邱总射镜了，但是可能要改，因为你这个面件夹棉嘛，可能要改这个面，那没用，砍掉。这石头什么石头？表面上看的小小裂，它都是进来的，这里一个裂，然后这就裂进去了。这边也有颜色，但是颜色淡了，要这边的颜色才有用。哎，这可以做什么啊？不懂。如果这个不动的话，这个白色的刚好做一个佛头，然后这边绿色的做一个蝙蝠，可以想象出这个画面吗？想不出来。但是我会把它切掉，要不先切这边吧。这边的颜色淡了，这边做这边做的颜色淡了之后还没种水。这个可能做不了界面，但做一只满色的小怪兽是可以的。因为拿回去那边有满色的小怪兽。这个呢？这个不是还有这一边吗？这只是没动。打个稿，先看这是有额度的，这一点白。呀，多一条裂出来，这个色水就好了，肯定是要拆掉这条裂，这么说看得清楚吗？那是也是不行，可能界面要大的拆了。切出来总这么好，水汪汪的。邱总这里的设备不全，这个计维器那边拆，这里有颜色，还有这里也有，到时候回去拆看能不能拆出界面来。还有这里顺着裂，在这里我们取一个牌子，为啥呢？刚才第一次看到石头就说这个石头这个位置是糯，下面是化。那如果不打灯看得清楚吗？这是糯，下面是化。这里有一条蓝筋，顺着这条筋去拆，就这个位置。现在这一面取一块牌子出来，这里呢到时候再研究看。它这是涉水好的位置，邱总这份料子到时候亏可能不会亏。八号位，然后呢，它就是有一个问题存在，想要的界面难，但是满色的东西这样拆，但是能拆得出来呢？这份料子的处理手法现在就是这样，大块的切牌子，这边边上有颜色的切小精品，能切界面的切界面，不能切满色的小怪兽。逆天地而不悔，贯古今而不容，披
仙侠众略之宗。太阳下着雨，这不料子千奇百怪，等一下你们再去看原来的料子的时候你们就明白了，都感觉都不像同一个师傅。对，这料子呢感觉还行的，但是由于这边的色洗出来太耀眼了，所以它就变得很差。还有就是那块牌子的，这个牌子后面不能那么做，因为这样做效果出不来，要改，这件就不改了，但其他料子就不这么设计了。来，我告诉你们了啊，像这些就在这些位置上切的，光感是不是这样了？在这些位置上切的，这些呢就是那些白的，然后这些在这个位置上切的。哎，他说这雕的是什么山？贵州的梵净山是吧？嗯。然后这些山啊楼梯就没有抛光，到时候拍能拍得出来吗？可以。但我觉得后面更精彩，后面的构图更简单。其实最精彩的是这几颗，还记不记得我切切把它寄回来几样切？对。你看，哎，就是太小了。会不会还有大颗的？在这里啊，还有机会切，不是说没有，因为这个起来总色都还可以啊，就是小颗，之前看是有机会的，不是没有机会。到时候就是要改啊，这份就不设计这样的题材了，设计别的吧，至于设计啥切出来再说，还有好多呢。